大家好，我是 Sean， 今日准备为你哋带嚟一段紧张又刺激嘅试车片。第一架就是 Hyundai 嘅 i30N， 第二架就是 Ford Focus RS， 咁呢架就已经停产，依家已经冇得卖噶啦。另外一架就是 Golf 嘅 GTI Club Sport S， 亦都系停咗产冇得卖，再加上佢特别版，亦都系三架里面最罕有，同埋嗰架车坐两个人，另外嗰两架系坐五个人嘅。今次试车我哋同阿 Sean 设计咗一条临时嘅试车圈，进油起步之后有高速、低速同埋一个360度嘅绕圈，最后有一段小直路，然后停喺方格。首先出场嘅系 i30N Performance， 系今日比试中最平嗰架，卖紧34万几，配上 2.0 Turbo 机器前轮驱动，亦系今日比试中最细匹数嗰架，有275匹。下一步出场嘅系 Ford Focus RS， 配上 2.3 EcoBoost 机器，有四驱系统，亦都系三部 Hatchback 马力最大嗰部，有350匹。二一 ，Action！Focus RS 最后完成的时间是24.9秒。最后出场的是 Volkswagen Golf GTI Club Sport S， 亦都是三架里面最罕有的部，全球限量生产400架，同时亦都是2016年创下 Notch Driver 最快投入车纪录。三、二、一，开始。咁啱啱就試咗三架 Hot Hatch 啦，個 Focus RS、Club Sport S 同埋個 i30N。咁其實大家嘅性能同埋 lap time 都好相似。咁喺一個咁細嘅場，其實大家嘅時間都相差唔夠1秒，所以其實好近嘅。大家都知道其實呢度有頭驅，亦都有四驅，而最大同埋最細馬力嗰部其實差唔多有成100匹嘅分別。咁起步方面就當然係個 Focus RS 最好，因為佢有四驅系統，比起其他嗰兩架頭碌車就當然一定有優勢嘅。起步之后就嚟到一个二波嘅 slalom， 喺呢度嘅 Club Sport S 系比较轻巧同埋灵活，原因系因为佢系三架里面最轻嗰架，比架 i30N 轻105公斤，比架 Focus RS 轻超过200公斤，所以喺呢度系有绝对嘅优势。过完 slalom 之后就一个低速嘅右弯，咁其实喺呢度大家嘅 balance 都好接近。i30N 嘅马力因为较细，所以就可以早啲开油，而其他两架用嘅 Cup 2就因为未到工作温度，同埋始终地面沙石比较多，而未能达到最佳效果。之后就到一个360度嘅 U turn， 而喺呢度嘅 Cup Sport S 就系最舒适，佢用咗电子嘅 handbrake， 咁比起嘅 i30N 仲有一个手动嘅 handbrake 系赢翻好多时间。其实 Focus RS 用 drift mode 亦都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咁我哋今次亦都揾咗一个特别嘉宾。就是大家都好熟悉的 R3 GTR， 仲要是 Nismo 的特别版。咁嘅 GTR 就做咗24.5秒。咁其實佢都係比架 Focus RS 快0.2秒。咁其實我哋可以見到一架 Hot Hatch 同一架 Supercar 價錢差唔多爭成10倍，但係喺一個咁細嘅地方，佢哋 performance 都係爭咁多。3、2、1。
第二 part 就係 slalom 啦。咁 slalom 嗰 part 我哋就啱啱遇上暴雨，咁啊令到成件事更加有趣。咁、那個結果咧，其實有少少 surprise 嘅，因為最快嗰架咧係架 i30N。咁架 i30N 喺咁多架車裏面係匹數最細，亦都冇人會 expect 最快。咁架車原裝跟緊個 P0， 其實一個好 high performance all around 嘅 high 啦。咁去到落雨嘅地方，其實佢套胎係比Michelin 嘅 Cup 2， which is 架 Cup 4 S 同埋架 Focus RS 裝緊嘅優勝好多，因為架Cup 2其實是差不多 semi slick， 所以它要有翻咁上下工作温度，同埋佢條胎本身是出名排水差的，所以呢個一啲都不 surprise。咁啊，佢做咗嘅時間是13.7秒，係咁多架車最快。咁啊，第二就是架 Focus RS 啦，啱啱就是慢架 i30N 0.1，咁但係佢四驅唔好記得。咁當然架 Cup Sport S 就再慢少少，咁佢又係跌到出去14秒噶。咁佢最大問題就是佢用緊 Cup 2頭驅。同埋佢亦都比架 i30N 多近差唔多成40匹，咁喺啱啱落緊好大雨嘅情況之下，嗰套胎係完全唔 work 嘅。但係最 surprising 嘅 result 咧，就係架 GT Nismo 就比呢三架車更加慢。咁當然喺 slalom 係要考架車嘅靈活性啦。咁啊 GT 大家都知道佢係一個好大嘅磚頭，咁喺可能呢啲咁細嘅場，佢就有少少唔係好發揮到佢架車嘅 performance。咁我哋可以見到其實喺細地方啲 hot hatch 真係好有優勢。咁一個好嘅 hot hatch 就當然係講求佢嘅實用性啦。咁啊當然係窄位掉頭啦。咁嘅 i30N 喺窄位掉頭就當然係最好嗰架，原因因為佢係 handbrake。咁有咩用呢？急住廁所啦，急住食飯啦，趕時間啦，或者係俾人追嗰陣時掉頭快，梗係走得快啦。咁嘅 focus 都有 handbrake， 點解佢又掉唔到呢？其實四驅車掉頭係比較麻煩，因為佢嘅踩比較細，咁啊變相佢轉彎嘅幅度比較細啦，咁啊自然要掉多幾手。咁嘅 golf 又係頭碌，但係個問題就係佢係電子 handbrake， 拉都冇得你拉。咁啊當然嘅 Cup Sport S 嘅樂趣就唔在於掉頭啦。Track Weapon 其實嘅 i30N 係最實用嗰架。雖然我自己最中意係嘅 Cup Sport S， 但嘅 i30N 嘅吸引之處係在於佢性價比極高。价钱比另外两架平接近一半，同时亦都喺依家嘅新车市场好难揾到有咁平、咁好性能同埋棍波嘅 hatchback。